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金融業貿易場開市儀式上透過影片致辭。我先恭祝大家今年萬事勝意，金玉滿堂。過去一年，全球投資市場在新冠疫情下備受考驗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，展現了強勁的動力，有長足的發展。所謂春到枝頭已十分，香港是個福地，我亦都相信在新的一年，我們一定能夠跨越各種嚴峻的考驗，開創明天。林鄭月娥指，很多國家因為封鎖措施，一度阻礙黃金資產的運輸和交收，本港金銀業貿易場憑藉實力，實金業務很快重拾升軌。她又說，貿易場過去一年亦都積極拓展新增長點，包括開發更多的黃金投資產品，進一步加強中港黃金市場的合作。